这些东西也着力也是有吧，可以共享小镇之情，可以共享小。所以进去宗教家这两家，拢将一方面呢，一方面呢去甲伊研究，从花落去啊，花落去，袂阁再来注意啊。伊拢看过红楼梦中的这女朋友，做袂，救伊小姐，病甲病兮兮的，来花落来还是。去修得怎样？要重啊！啊，这个还有情调非常美，文章也做得很好。众回熟把乡亲路啊，龙津葬花人俏妻，人俏妻，他连众妻都是谁？龙津葬花。人笑我戆啊，笑我痴啊！他年代种瓜的人，就是人厝人来咯，怎样也是，你看看也是迄边，怎样，里面嘛也是呢，你管理，上面一排，四下五时，讲到即台，中间啊，也是个必然来咯，要看。也是大概讲，落花不喜前屋，化作春泥变荷花。以上这些东西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，是真舒服，是但孔子并无以微观的态度来讲这句话啊，也真正的意义包括在，